你敢真正有把握，和张传良搞到三工，搁袂让伊对我高高的？过去我无都听说恁两个，上主要嘛是恁爱赖伫伊身躯边。既然你都想要闪嘛，我要阻止伊，迄有啥困难？那有这么好的代志啊？我看你是内行江崇仁要来骗我哦。我顾袂得，赶紧离开，我哪有可能忍耐伊？甲你请倒转去。万什么？其实我甲你也无成仇大恨啊啦，只是日流无同，若写到好来好去，有啥无好啦？毕竟做人唔通别人太行，会当留一条路给别人行，就等于是留一条路给我家己行嘛。我确实是有代志要找张崇仁，啊，不过我无想要去伊的公司找伊，我想要甲伊约伫外口，上好伫喺公开的场所。今日也无伊多好有时间，讲起来恁两个哦，真正需要好好冷静落来，甲伊讲好清楚。哦，你甲我讲你想要伫什么所在，我通知，我先带你去。真正是五十步嘞，遐尼简单就自投罗网，干脆我继续找你。我军中万神明，发现去有人拍蚊器逃走啊！上蚊子，好，我会追去你，然后继续来你报告。是倒位？王文金哪会搞带来这？问什么啦？我离婚未中，结束性命，一摆痛苦都无，我算对你袂歹啊。开世界，一点痛苦都无，安尼毋是真好。偏偏伫这个时阵来醒过来，算你无好气啦，来加一挂痛苦哦。想要害我的命？叫你走你唔走，即摆想要走袂赴啊！你知影上济代志啊啦，帮你走会真够委屈了。我差点想要离开啊！我袂阁倒去江崇仁身躯边，我啥物拢袂讲出去。只有死人才真正袂讲话。我保证，我真正啥物拢袂讲，而且这种代志我讲出去嘛，无人会相信啊！我拜托你，你帮我算了好不好？也不过你阁有代志，要总裁甲你斗相共啊！啊，你若不时用这個来威胁伊。我唔就困了诶！伊是伊，你是你，你管他遐尼济，
想讲伊是伊，我是我，伊就是我，我就是伊。美丽，你都要离开啊？哦，你加知影一寡代志嘛，不要紧。江中林，捌两届拄着危机，分两条魂过我，代替伊处理代志，所以我比江中林本身更加知影伊的处境。伊敢若剩一条魂啊，失去判断，就会遐尼简单，互你交去。我分两条魂予你，哪有这种代志啊？为你江中林啊！即马头壳无啥清楚啊，只有我才知影伊的处境，只有我做代志，才是对伊上好的方式。万清明，你无别路通行啦，啊，你就乖乖跳落去，莫逼我动手啊！你莫再过来，你莫再过来，莫再过来！王伯，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！怎样，老兄？我还给你一个选择，你是爱家己跳呢，还是爱我动手？我拢不爱，你帮我走啦，你别再逼我。你不选哦，我替你选哦。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，别再过来！你来干嘛？这老妖怪！江中林那向走的，我看一只落，个代志摸清楚。是谁叫你会当大主大义，自作主张的？我咧碰伊，咧死光光好放心，要安怎处理？那是我的代志，无需要你来替我做决定。王金，你唔通袂记哦，你只是我的工具尔，无资格来代替我的本人。我就是代替你处理代志的人，会当决定代志的人是我，唔是你。无，你讲，这两条魂的意思拢是。这我靠袂当头，我是要听这两条魂的，我是听你的，当然是听我的，因为我就是本人，我甲你警告，莫阁为难神明了，做袂到，今仔日绝对死，你是要造反还是？造反还是你？谢某，莫妨碍我处理大事，好大胆，你们是要走？你连打人的气力拢遐尔虚咧，嘛袂讲解听，阁想要命连挂。无你把这两条魂拢收倒转去啊！遐若无，我袂停止我计划。敢会遐一点啊？我的能力，你著在我面头前甲我落大刀，真正是狗牙扛大手，唔知影轻重的。你哪弄来啊？骨卡蛇出来哦！之前啊，我就讲你绝对行妖术，死前唔肯承认。今麦阮所有人拢看到啊！来，你讲，你今麦阮算要点什么妖术？什么妖术啊？我拢听无。啊，你就边啊边啊，安尼安尼，有无？这毋是要做法，啊无啥，还是要跳舞哦？我是一个黄金玩家啦，还嘛同款啊！
你若无爱问伊，伊是毋是咧做法？文金姐啊，啊是安怎？你甲江中人两个人冤家冤冤的，啊对伊比一寡奇奇怪怪的手势。你有看到我的冤家？我拢看到啊！你冤家足厉害，而且我冇听到，恁讲什么做法吐血，改毋着认了？不是恁想安尼，只是一寡无重要代志去冲突。那呢是什么无重要代志？会当让恁两个母甲这样歹面相看，甚至搁对阮这起卡动手。洪金姐，老实讲啦，你个万新民共同经营团来遮，你这個行为我安怎想都想袂通，因为你袂做这种代志。万新民确实真可恶。啊！不过你私底下对付伊，一定有你的理由。阮敢会当知影原因？阮会相信你解释。我无甲伊讲分歧出来遮，恁看唔着去啊？哎啦，恁拢误会啦！迄行为哦，是咪到底心情无好哦？无紧啊，带伊来遮行行的，还想袂开啊？无紧是要甲作动、甲苛刻，煞互恁看作是伊对生命不利。江中人，你实在真够傲呢！明明就是王文金嘛，伊想要逼万新民啊，跋落山坎，结果即马却变作是王文金要靠劝伊，叫伊唔通跳落去啊！不要紧啊，这条转过啦。来，安尼超越到温文尧，亲目睭看到，亲耳听到，万新民叫你老妖怪，再佫讲转生术、断后事。啊！这代志你变哪解释？神明什么拢知影，结果世界奉上的是神明，煞是陈文尧。即马我是愈来愈麻烦。你卖继续咧胡白尿啊，好无？你若食饱上瘾，无你当来啥？看风景好啊，咪来坐。文建姐啊，歹势啦。这件代志，明仔日也准多少？无论到底什么问啥啦，迄拢是恁家己约的啊。才讲有人死，还是有人受伤，无嘛？无论到底想要创啥？这，无你讲啊，感情正会参像阮刚才讲的同款，你是毋是知影伤侪秘密？所以黄金杰啊，唔只系带你来遮，甲你讲分去，甚至要甲你收嘞。今嘛是一个好机会，我若我向伊迄边，因就欠我一份真大的人情啊！你哪会讲出遮尼啊离谱的代志啊？真正是笑死人嘞！是啦。陈文瑶跟江超越无听唔对，我确实是有美崇人是妖怪。佮讲到啥物转生术嘞？啊，不过迄是因为我老体，我情绪无稳定啊。我都甲进前我听到陈长胜在骂人的话，我提出来讲啊。所以我想到啥，我就骂啥。我心情无好讲出来的话，你当真是真实嘞？真正是笑死人！安心咪，你即马是咧讲啥个？你安生鬼拢要变盘？我是要变啥物盘？我本来就是在乱啊！伊迄个某规工咧跟我冤家啦，啊，佮有你迄个前某方彩霞，一日到暗嘛是咧找我的麻烦。我甲伊讲，伊拢无爱处理，伊就讲叫我忍耐，忍耐，我一直忍忍忍。恁到最后拢闹体啊！我无骂伊，我是要骂谁啊？系啊，迄个时阵心面心情无好，我袂乱讲话，迄无法度解释啦。文雅，我无想要讲哦，你甲当作真诶，你真正互恁爸爸影响受重啊。文君姐啊，恁讲诶，敢是真实诶？其实代志就是遐尔简单，万新敏甲总裁冤家。伊去个不够月煞咧胡白讲，迄种骂人的话，免遐尔认真啦、啊。